温馨健康的路放松，心最喜欢我最高档放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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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健康的路放纵，心最喜欢我最高档不阿松。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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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哦。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温馨愉快的路放纵，心最喜欢我最高档不阿松。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Gangnam Style. 阿南，嘿嘿。啊！啊！呀！呀！啊！大东。有大有大，动有到。迄、那个动的声音伤细声，伤细声哦。哎呦，老师，逐工拢爱讲的。伊这台车较细啦，哎呦，逐工拢无共人看呀。哦，不是啦，迄、那个声音有一个固定嘛。哎呦，哎用固定啊吼。啊，有一个固定的啊。啊，无你也动袂掉，会出来呢。啊，对啊，对啊。那华夏气呢？哈哈哈！哎，老师，好、欸，我看袂出来，你今年66岁呀呢？真的呢？嘿啦。你是咧搞娱乐的？你听袂出来吗？是咧搞我搞我那个。真正恶热诶！你看，像个少年机啊，咧，少年机啦，哎呦啦，这叫做少年机长短枪啊！哎呦，讲起唔着什么话，什么长短枪 啊？少年机长短枪，我想你呀，真正老师啊，哎啦，心啦，心准神量啊，心准神量啦，神量像。面相由心生啊！面由心生啊！相由心生啊！哎，你个看你安尼像猪鼻的心，阿个猪鼻的面容啊嘞！你讲要叫不叫？像弥勒佛咁款嘞吼！老师，你做过神书盖子盖子吗？无啦无啦无啦！哎呦，你个谦卑啊！你喊你鬼时间，你谦卑着啦！无啦，哎，咱爱人做人爱低调啊，低调啦！哎呦，虽然做盖子，咱唔好讲，你个讲起。咱人迄吼记者嘛，来专门采访老师啊。哎呦，又过来了。咱的老朋友拢看，咱知影啊。但是咱都在最近有做一个新朋友啊。新朋友，对咱无熟悉，对老师无了解，所以哎呀，互伊深入了解一下。哎呦，真正吼。记者特别喏，要来采访老师啊。哎。哎，贵庭。哎，贵庭。咱用老师呢，后来用6分钟的时间哦，来介绍，让咱老菩萨来熟悉一下。别安尼。别。来，请看。来。来。一开始要去这个佛堂吼，所目外的人无一个人认为讲这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家拢知影。啊，落尾手我甲因讲，我互因知影讲为什么我要去这个佛堂，因为早当时我破病的时阵吼，啊一直检查无迄个原因，落尾手我去伫长庚医院检查了时，看报告是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已经是末期。只要目睭白金就减一天，迄种痛苦日子足艰苦啊！所以我就甲医生讲：“你甲我开刀。”问讲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讲我就甲病交代给你，我甲命交代给伊啊！有一天暗时咧困的时阵，
他就来我的梦境跟我说，你要找一块地啊，盖个佛堂，好好的进修，就这样子再完成这个佛堂。林国雄出生于渔村，自小家庭贫困，从小就打杂工贴补家用，做事坚持，明白事理。除了经营生技产业外，同时也是惠安佛堂创办人，热衷公益行善，而这一切都要从民国九十四年谈起。民国九十四年，林国雄当时46岁，因长期喉咙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无结果。有一天在熟睡当中，刹那间感到疼痛不已，惊醒过来用手轻碰，却发现脖子左下有颗肿瘤。检查的时阵，我阁无认为我介严重，因为迄个时阵我体力阁真好。一直到我伫病院，伊甲我宣布讲我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剩三个伫迄个时阵，我敢那捡雷卡掉安尼感觉，我敢那想讲，我这世人是歹性地，我从来毋捌讲过白贼，毋捌害过人。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运命？伫个时阵我咧思考的，我的囡仔要安怎？啊！以后因要安怎？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人，我想我有责任，我一定要去活下去。所以我就讲，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我甲医生讲，医生，这个病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处理。事实人若咧破病治疗的过程足痛苦，尤其是这恶性肿瘤，只要是朋友入来，还是熟悉人看到，我当时我无法度当去。接受了这种的身体健康跟不健康的落差，啊，我就回头要走，但是要走的时候也没体力，我太太说，叫我就要勇敢面对。所以我就，那个时候那句话我就认为说，啊，这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慢性病而已。所以啊，又看到太太对我这样那么支持，所以我这个力量我就很大，再加上背后有这个新的力量，让我做瓦克，这是我的。人必自助而后人助，或许是林国雄平时的善心与修行感动到瑶池金母及观音大士来相助，而林国雄也向上苍发愿建庙，发愿行善。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可能我无遮伟大啦，但是尽我的力量，我做会到，我尽量去。因为从细汉，我嘛是真艰苦的家庭大汉的囡仔，所以是大人无在身躯边，拢阿妈在带。啊，等我今麦有今我饭堂个盘的时阵，我感觉讲，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区、地方，有很多角落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个弱势，属实需要咱做个高人去帮忙。好像每年我们都有白米的赠送，啊，搁有的是冬天有暖被啦、夹克啦、大衣啦，哦，还有亲寒家庭的个案。惠安佛堂每年都会举办公益活动。关怀社会弱势族群，林国雄也用佛堂的名字创立了生技公司。从事广播业多年的林国雄将生技公司与电视媒体结合，希望更能照顾老人的健康。我的赚钱不是白得，是我爱把这些老婆婆、这些老大人的身体也够健康。因为我虽然是阿妈带大的，所以我真了解这些老大人因需要、因要爱是什么。虽然我力量不是很大，但如果会当的是我们一直针对怎么样去照顾这些观众跟身体有病痛的 老人家，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好的方法让他们把健康找回来。希望说我做的虽然一输啊，但是后面面跟上来的希望会超过我们，这样会更变得更好。惠安堂赞呐哈，啊，黄老三，你马该赞你们都好棒棒哦，然后对老师的卡好力气啊。那你的对着做一寡只社会公益事务的工课，啊，哪有用到咱这个扶持中点照明一个月你100块的基金吼？啊，咱就是拢用在这种公益、有意义的所在。这就哦，所以这功德拢来自咱老菩萨啦。对啊，拢是咱大家人的功德，所以。
我们讲讲集合正人的力量，虽然一月只一百块钱呢，唔过集合正人力量，哦啊，真正是真，这力量真大。好，所以侬回馈给咱社会，给咱老婆山的，我那跟老师的脚步是同款的，会当做足侪足侪足侪的公益，大家做阵来。是啦，啊，我若讲起了，这那是开我个人的，我都无讲啊。好，哦，安尼这用着，这算用着公款。对。啊，我爱甲咱报告，哦，我是开你到位。做对做啥做啥呢？哎，其实这开拢钱啦。虽然无介济钱啦，但是总是嘛爱有一个交代。哎，当然咯、哦。啊，搁一点就是有个人咧好奇我，啊，你钱有收到，你唔好问我，因为这钱无经过我啦，钱拢爱落电脑，一点五元都袂点打。而且吼，你问，哎，嘛是爱查电脑，才有法多了解的呀。对啊，对啊。有可能会记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对啊，我无电脑啊，电脑来找小姐。来啦，机车开出来。机车我。预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猜，在哪啦？后悔啦！小点，你家点，三四一。三十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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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哦？来来，嗯，我来讲一个 news。妈个 news 啊！大理咱这个台南哦，哎呦这！屏东的东港，无啦，台南的玉井有三兄弟啊。恁朋友对无？诶，恁厝边啦。朋友。阿呆啊，阿腿啊，阿公啊呢？好，迄三个兄弟啊。有。好，迄老师因朋友啦。大玉井恁故乡的。啊，伊搬去迄里个市内吼。住喺三十楼的啊。哎呦，住遐悬啊！三十楼的呢？啊，是带得住伫。因住伫三十楼，你高雄。高雄啊，高雄的三十楼。对啦，对啦。那么有一天他三兄弟都没娶某啊，啊没娶某三兄弟啊，要讲感情该好，拢会当做伙，炮火俩擦亲兄弟，哦，你是我的兄弟，啊，三兄弟讲哦，含人招的讲含人去买佚佗咧，三个拢做伙去，哎啦，三个这感情个外好熬咧，含人去游览吗？哦，去两暝三工啊，三暝五工诶，去五暝三六工诶。啊，即马去吼，登了啊！啊啦，去登来，登来啊！啊，登来啊！我系啦。啊呐，登来多拄着停电啦。停电？嘿啦！哎，多少三十楼无电梯行济呢？无电梯啦！啊，这个是想要安怎办？啊，停电啦！安尼啦，啊，停电啦，看是要安怎搞？有啦，当电当时来咧。对啊。哦，啊袂啊，你兄弟讲啊，无安尼啦。啊呐。咱三个兄弟吼，要爬楼梯吼，爬到三十楼，真正是条有哪有一站啊啦。系呐。啊不安尼。啊呐。咱一个人讲一个笑话，八十楼讲一个笑话。哎。哦。啊你较紧嘞！哦哟，阿兄你有够笑话啦，好不怪你咧做阿兄啦。因阿兄讲惊，你歹物件歹呢哦。对。不是，咱物件卖歹。啊哪讲？先坑呢。哦。哦。坑呢。但有电来啊，才拍。但电来，咱较落坐电梯落来，提行李去哩倒啊。阿兄，你有够巧的。啊，无个朋友物件对不对？无怪你咧做阿兄。啊，对啊，对啊。恁先等下门顶洗身躯再讲。诶，等下身躯洗洗哩，电来咱较落来提行李安尼啊。好好。即马就
大阿呆啊，就开始讲讲笑话，讲到十楼，十楼啦，十楼。即马腿啊呢，就开始为十楼讲到二十楼。哎、欸，对，欸哦、我够紧的啊，要搞啊，要搞啊。啊，那个剩十楼呢啊，啊，即马戆啊哦，就一直一直背背背背，一边背一边讲。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好。你替我，你也当然嘛，我你讲。好笑的笑话。什么笑话？那也呢？那我看你笑几转路的啦。好多招。嗯。咱那个、那个要爬楼梯进前，是不是骑行李去那个？王女士。柜台也夹掉。哎呀。啊，我骑夹的时吼。对。嗯。那个管理员就跟我讲电来啊呢。快点。啊，你个爬楼梯。哦。啊，个爬楼梯真正有影。好啦，无叫他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吼。爬起来。啊，够一个笑的，介好笑。什么好笑的？因为咱大门的锁匙，我放你行李内面。我的靠！啊，吃啊烂的。哎呀，底下吼三个真正有够劲的。无要紧啦，底下。哈哈哈！胖好菜亲兄弟，不要紧。嗯。好啦好啦，那个关心老菩萨啦。那老师，你今日关心多一项？阮这老大人上该烦恼的就是吼。这个尿道膀胱甲腰子的问题，啊，偏偏吼串惊串掉呢，足侪人啊。因为恁食了，拢退化去啊。对啦，啊，因为恁你若是讲啊，到咱尿咧化放就会放，啊，化入就入入袂掉。足舒适的。啊，恁咱都拢唔免惊哩。当然免烦恼。即马重点就讲，哎呦，像张伟讲的，有当时啊放尿头渗尿血，啊，当时啊入袂掉会渗尿。滴滴答答。哎，莫怪腰子会歹去，咱讲真正吼，那否则咱那一步就办袂好势。啊，介只代志你都拢免阁讲啊呢。哦。然后我先讲阮老兄弟倒啊。查甫人哦。哦，咱一步就都办袂熟悉啊！你讲讲你房间内面的本天正地，迄种骗人的。哦，所以弄连带有关联的哦。有连带关系啦。好。安怎个也六十六啊？啊，这无啥物通个闹亏待。因为这六个拢会退化。这咱年会甲这个抗战来啊。咱那是无顾，确实闹亏。嗯。啊，那甲这个抗战来，大家拢加减拢会。退化、哦，退化嘛，啊，就是你爱顾啊，顾爱有放宽嘛，唔是按张伟咧分家规啦，咱讲真正。嗯。虽然六十六啊，六六啊吼。要不七十吧？靠腰啊！唔过吼，迄个即个少年家四五十岁、三四十岁，即少年家哦，诶，房间内面的代志，诶，佮赞咱袂掉的。哦，所以为你放尿开始顾。啊，就是。我讲讲一个上简单嘞，按着一步就，你都办袂好势。你讲你会陪你挣着啥物该钱？含放尿功能阁无哈？就是安尼啊，所以阮只老兄弟你唔免烦恼。对。哦，迄介济人是安尼，就放尿哦。嗯。按迄尾老罗毛拖入来，拉链就拖开，规个裤脚全澹的。所以是锁袂安的。会啦。伊是有叫的。这好处理啦，这好处理。哦，包括三更半暝安尼，常咧装便所无。按一点钟装一摆，一点钟装一摆，装到天光的啊。够叫的。这种这样拢介好处理啦。哦，咱上惊的惊啥？你知影？惊腰子叫派去，腰子要叫派去的时阵哦，你家己本身咧放尿，你就会知影。哎呦，看人臭，最近咧放人臭就破嫌啦。只是讲伊袂疼，你无你来做。哦，你若放查甫查某拢共款哦。你若放尿了后，人臭就破嫌啦，你家己爱洗一下。迄有诶哦，冲三摆水也共款搁咧臭。除了水加啉外，伊外面安怎？啊，搁有查甫人哦，因咱内裤脱落来哦，一漏开底就拢沉淀啊，哎，安尼拢唔对，安尼唔对。所以，怎个啊？一个观念方法都好理。对。咱咧尿袂臭就破烟，尿一定有尿味啦，但是绝对袂臭就破烟啦。嗯。哦，啊，搁来袂起泡。迄有诶啦，起泡哦，咱都爱说你，迄就是咱药剂咧讲抗炎。袂抗治啦。所以咱介只代志，咱拢爱去了解嘛。你甲知影讲哦，我即马会经营安尼，啊，我用张辉的观念方法了后，伊有啥物改变无？哦，啊，是毋是愈来变愈来，互你愈放心，啊，身体愈健康，啊，咱咧放尿咧愈来愈舒适，啊，佫袂臭尿破烟，倒来安尼。好哦。安尼洗尿纸都无咱的份呐。哦。哦，啊，你若无，咱讲真正进咧洗尿纸遐人，你敢问？有个人是无薰无酒无槟榔，生活介正常，食食介清淡。要公开做规矩的人，嘛是咧洗尿纸啊？为什么也安尼咧？啊，这个是医生甲咱讲的嘛。嗯。因为咱食老拢会退化，啊，你退化，每个人的体质，你退化速度无同款，都拄到你的工作也好，环境、食食也好，无同款，有可能你就比别人较
金丝油钱。哦，所以大家人一定爱过啊。啊，这种每种人拢爱过诶，食到你这个年岁来，拢免受骗啊。五彩以上啊。你个烟啊，你个安装位都感觉拢爱过。拢爱过。啊，无那洗油机哦，摆一三五二四六拢起了了。哎，不是讲洗油机尔咧，哎，规身躯拢毛病压起来。哎，哎，变块静坐坐呢。对。有咱的老婆生，带你咱中华的老婆生，跟我讲哦，张伟啊，食到当死啊，洗油机。嗯。安尼听听看看。可能的啊，心陌生，伊讲哎呦，食到当死啊，个西游记，足唔甘咩？哎呀，啊无多啊，中华这马先生，伊都要讲开，医生来讲讲，哇，你这个存唔免4个月至5个月都在西游记啊，所以是拖出来耶。安尼啊，啊人家境用我好嘅观念方法，家境敢无三年外啊？对，人都也无西游记，当下打掉诶。哦，啊，但是伊也无较好啦。好。哦，药剂歹去就是歹去啊。但是当偏偏说药剂，啊，你都存三分过三分，存五分过五分，那过会掉就改好啊。那无使啦，卖听人崩鸡鬼啦。阮这老兄弟也爱听张辉讲话，就讲张辉这个人就是安尼。啊，即个技能的，拢掉掉。啊，拢讲重点。啊，本地就时间未啰嗦，好、对不对？对。老兄弟，啊，咱年会有啊，有那未使提起啊呢？爱过啊。啊，你无过，明年搁加一回，闹开台停电呢，未使一拿。对。咱稍等下，再来过咱的就多捧工有钱啊！好，来操持功夫。好！哈哈哈哈哈哈！呀，飘财进步。哎，叫做来一个出其不意啊！哦我两平常时拢这么等我啊，你个要等嘛，哈、啊、哈。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向那红。万寿无敌，客家情人我娘公。得啦，你怕鬼耶？呀！呀！咻！刀！咻！哈！当机灵！呀！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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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鼻孔竖开，竖到丹田进开，嘴下巴爱提干加张脸的。好。我俩讲，嘿，我俩讲，咦？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个要不一个可以。二的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过来，那无要紧啊。好，哎，一日就好啊。好，我来讲。耶，时间。咻，我来讲。啊，时间。咻，我来讲。三，时间。真好，啊，今麦来，超级笑话，今麦要讲笑话哈，较正经、较正面能量、较有教育性，讲正面的就对了。哎，对，好啦，我来讲吼，有一个修女吼，修女哦，啊，去向着这新妇吼，啊，要去讲去忏悔啦，哦，啊，告诫啊，告诫的对，新妇有罪啊嘞，啊，阿门拢爱安尼啦，哎，新妇讲。啊、你是安怎啊？你喝醉酒，啊，系啦，伊讲吼，因为我吼，有偷看 A 片啦。哎呦，这对哟。哦，我吼，啊，都我嘛正常人啊。当我见那人哦。啊，心如讲，啊，你修行人呢，那会使看 A 片，无要紧，无要紧。啊，那你的目睭有影有罪。业障在当。好，啊，要圣罪吼。去用圣水洗目睭，洗洗。洗洗。哦，安尼我可当九天洞啊。对啊，对啊。哦，哎呦，是啊，是啊。即马第二个阿娇啊。阿娇啊。啊，伊就来啊，讲，哎呀，辛苦啊，辛苦啊。啊，那你安喏阿娇。我吼，第四只狗哈。哎呦，哈。啊，你看。第四啥？第四只狗啊。狗啊。哎呦，这作用。啊，你看，噶第四只狗啊。有啦。只狗都我做伙困。哎呀，都我电视那么多，哎呀，你有罪有罪，啊，别安怎？那个辛苦好好静静的，哦，对了，那我个会当上天堂啊，你，对
啦，对啦。哦，好好。啊，即马即马来阿瑞啊啦。阿瑞啊，阿瑞啊，哎呦，新妇啊，新妇啊。啊，你阿瑞啊。我有罪啦。你何罪之有啊？因为我吼，我。你安那？我的嘴吼，有去。去冲来。我的嘴有去夹夹掉啦。夹掉，夹掉。哎呀。新妇讲：“啊，你都卖吞落去。”不是啦，做醉啦！哎呦，做醉哦！去，你先去用那个净水啊，净水吼，刷口一下，刷口。哎呦，我跟恁上天堂啊！哎呀，哎呦，我男朋友来叫我口交嘛，我多。我今仔日用那哎，我那净水刷口一下。好好，畅快一点个好啊！对啊，对啊，今仔换阿头啊！阿头啊，阿头啊，嘛去用！阿头啊，嘛来啦！啊，媳妇讲阿头啊，你要创啥？哎呦，我有罪啦！啊，你何罪之有啊？你是不是把手机看 A 片无啦？你是不是第四高啊嘛无啦？你们男朋友是不是叫你都爱搁改口交嘛无啦？啊，无你是安那啦？啊，无你有啥物罪？嗯，因为我昨暝就见我伫个性水内面放尿。哎呦，这罪呀！无证据，唔是安尼，我来讲我一个证据诶。我来讲到啦吼，阿花阿瑞啊，阿杰哇吼，阿陈阿英哦，哎，即卖吼去参会完了后啦吼，哎，讲吼少少的吼要去食全牛大餐呐。哦哟，啊，食大餐哦，食大餐呐吼，阿去个叫吼，哎哎，炒牛肉啦，炒牛肉，啊，就看到牛鞭呐，哎哎哦，有鞭吃鞭，没鞭吃中间。你唔捌食过什么叫做牛鞭呐？牛鞭唔知。哎呀，就讲阿花讲阿花阿花，阿无咱来叫一盘来食看卖呀。哎呦，未歹哦。未歹呀，即摆牛鞭呐膨出呀吼，伊个切一薄薄薄，你丝呀薄薄薄薄安尼切出来啊，你嘛炒炒呀，你嘛吼，大家咧硬咧食，阿花端硬一袋起来食的时阵无吼，怎夹落去啦？夹落落去。嘿啦，拄好拄好用伊个卡棒夹啦。哦，夹落去佫为卡棒落呀。哎呦，好啊。用夹夹袂了，对。夹袂阿个，拄好很夹袂啊。啊啊。啊哪位？他腰受骨了。哟，这种物件哦，啊个切甲玻璃丝啊吼，啊伊个怎样落呢？把你唔搞到搞到位，你唔好讲个所在落。真难。我讲阿呆因老爸传阿呆去买乳牛啦。好，买几个乳牛？灵牛啦，还买饲灵牛咩？啊，都等因有咧接牛灵啊。啊，即卖就是传阿呆是讲哦。阿爹有那人工爱要爱接伊个头路啊，好啊。虽然是囡仔尔，无嘛是爱带伊去见识一下啊。自细人家培养。天哪，是啊，啊，就是讲，我跟你讲啊，爹啊。哈，安那，爸爸。后摆人要买这个灵牛吼，你拢安怎买？你都要先试看这个灵有把水无？哦。啊，你对伊个灵有弹性无？哦。伊个灵啊，老老的，迄无灵水。哎，那安有弹性的，迄靠灵水。哦，阿爸，你拢安尼撮个掉啊？一定爱安尼甜，安尼甜，安尼甜，那安尼甜会使一顿个买顿啊？哦，好好好好好。即马大家拢烤出来啊！烤出来。嘿啦，啊，因老爸讲，大家你是咧烤啥啦？你是一边甜一边咧烤啥咧？是啦，啊都甜啦，甜会下都个买顿个买下，剩多你是咧烤啥安尼啦？啊，惨啊惨啊，要安怎？是安怎啦？隔壁阿腿啊阿叔啊，要甲妈妈买回去啦！哇，为什么？拢是安怎？因为我昨暝嘛看到阿腿啊，甲妈妈。快吃小姐，来这首歌曲呢是咱哥哥的蔡秀娟小姐点播歌曲啊，老婆子来到店来收听。
的情，看一边看一边，真正有趣味。无意中回家，也走到几十遍。不要讲叫出来。啊、我那准备好，给当叫出来呀、啊。我们等下音乐说。啊，对对对。马健老师，哇亏嘞！哎，新手上路不要。安尼哩哈。啊，因为咱的节目是哇的嘛。啊，对啦对啦、啊啊，只要准备好就可以马上出现。对。哎啦，嗯，俺头都正咧讲到这个尿道膀胱腰子的这个问题哦、嗯。我是咪去讲到咱中华的马先生，相信即阵含咱马先生。同款有名的人一定有那解济，而且拢足欢乐。因为马先生伊是一个老老实实庄稼的做事人，嗯，哦，庄稼的做事人，啊，伊是干食一个荤啊，啊，荤阁无食济，啊，无食酒呢，啊，无食酒，啊，生活足正常啊，就日头落山就要困啊，嗯，足早暗顿足早就食饭啊嘞，哦，啊，早食早困啊，早起来做工课安尼定。那么有一天吼，伊就是。离远离咧做工课啊，做甲讲爱奇怪，敢像个人啊，真够忝安尼啦。像个敢那像个人啊，一直无啥活气力哩安尼，会难死去安尼。太太讲啊，啊无都，较下晡啊，吼，咱来去往看一下。是呐，哎呀，人起来啦。安得定啦。太太当招伊去，俺两个人拢有那有岁，拢七十五啊。好。七十五岁啊。啊，去医生检查。啊，去医生看，医生讲，哎呦。嗯、你这无啥对等哦。为什么无对等？哎呐，这，这我看你都要去较大间的哦。伊专家专进去大间的了点。那么去检查的医生哇嗨啦！安呐，你腰子有萎缩去啊？腰子功能不好。也腰子有萎缩去，无单紧哦，可能真紧就会洗腰子啊。这严重着啊！对啦，马先生讲。无啊，先生，你会看唔到伊咩啊？啊，未听。啊，阮足早就睏，啊，足早就起来，啊，也无啉烧酒，啊，都顾一个时啊，尔哦，顾一个时啊，你知吼？唔知。食一个薰啊。哦，叫顾一个时啊。诶，七头白啊，啊，都顾一个时啊，尔，哎呀，生活都正常诶，啊，较会洗腰子啊，医生就甲骂成讲，洗腰子唔是你倒爱大安尼。安尼有荤有酒有槟榔，开西游记呢？哦，当然那是有遐歹习惯。你更加比别人较机会较悬啦。加速游记欧巴。啊，即马重点就是咱庄稼人介侪人拢有会啊吼，啊有会啊，啊搁硬咧做，啊就禁掉，也是讲有就放袂出吼。啊，搁水啉无够。啊，水哩搁啉无够，啊肝搁咧流血，安尼袂使呢。哦，安尼缩起来哦。啊，是安尼哦，安免怎？嗯，医生甲讲。你免烦恼啦，过四五个月就是洗，较会洗药剂啦。
那四五个月就洗了几下，你叫我免烦恼。好，你若听你个困袂去啊。真正嘿啊，啊有影。嗯。伊本地是无咧看咱的节目嘅，啊，伊拢听听收音机呢，伊都唔咧看电视呢，啊。只要有一天哦，伊就人安尼安尼神仙啊，伫个顶下卡因因咧装卡所在顶下卡咧坐。嗯哎，你增加人拢会少拍拍招呼，哎，无人啊！你今日看拢无笑容，哦，讲你问你骂神，讲也无笑容，啊，叫医生检查，讲哦，我得爱洗，讲爱洗药剂啊，啊，做啥物准备？讲要在台南讲啊，食到好当死啊，洗药剂啊，都安尼讲啊，偏偏增加人老大人都安尼讲，用我跟你讲，你电话赶紧去泡张伟，哦啊，是不是冻会掉袂？我唔知。哦，你赶紧问张伟，这未使搁拖落去。有啦，你问搁钱啊，这你要骗钱了哟。就是西游记，新鲜难求无名囝，绝对西游记。哎啦，伊即马拢赶紧卡电话给我。嗯，我嘛现甲讲啊，我讲我有那无100%的把握吧。哎，坑遐久啊。因为你甲你严重甲医生讲，搁存死五个月呢。拖伤久啊、哦对对。但是你若无病哦，我那是伫遐等西游记呢。嗯我嘛试要动作，我要把试看卖好冇？那有机会。不离歌，我会为你爱听。哦，生活一定要正常。啊，伊讲啊，我你生活作，因为听听伊生活拢作正常，食食拢作正常的。安尼，伊用我的观念，帮我加进了三年我。结果咧，人伊嘛无洗好气。好加在冻啊大条诶。迄医生嘛惊着咧，讲哎呦，哦，你是有神咧，甲你助你无神，咱看看安尼哈。啊，继续观察。哎、欸，我啊，我但是我要甲恁讲。有几派就是派呀，你过的是过，咱也够有功能的这部分。对啊，你着存三分过三分，存五分过五分、啊。你若过无掉个西游记，对啊，啊，茫听人分家规讲个游记也好，无可能。啊，干那安尼只只一年当干个健保局开查600亿的西游记，遐人都拢会好啊。阿爸阿爸用西游记，哎、欸，那也不是安尼啦。可是安尼哦。有啊，这一年当开查600亿呢。看来西游记了，哎呀，超九万人进台湾，超九万人咧西游记呢。也搁咧警告当中咧。真咧，这要讲起做足恐怖诶。好啦，咱简单就好啦哦。这步骤若咱办未好势，咱咧游记改进就会去洗啦。对。啊，所以咱若查甫人哦，你无算真大诶，放日头闪日尾，啊，放了搁会滴着下者，啊，一面弄甲天光咧。足够叫。哎，查甫人会老了，生囝了咧，膀胱无力，啊，会老了，即倒对药剂来。药剂发炎。啊，来人讲啊，互医生讲个西药剂，人佫冻袂赴哦。啊，医生就去了了咧，一摆就等西药剂呢。药剂拢会拍去。啊，药剂好无？我甲你讲。安那。20多冬来，我有62条的镜头。详细听老。你即有手机啊？你甲录开。你若有去看医生，你甲讲迄我讲的。按张辉绝对无白讲话，医生个一定个甲伊讲，哦，这个人足内行。第一啦吼，腰子若无好个人，介高身介高忝。啊，你坐个多久啊？食饱就要困啊。第二，无胃口啦，啊，有当时抱心阁想要吐。第三，放尿会起泡啦。放尿起泡足典型个哟，恁看卖有安尼无？这你等下有闲个放一部就看卖。讲袂堪起啦，腰子。哎，腰子你甲你抗议啊！第四，腰子紧发炎个啦。有几斤发炎，有生的天。生到哦，连洗水要红了，暗下来。第五，真高招啊，放真少啊，一棒啊，一面弄到天光，一边锁门调到要歹。查甫拢同款。啊，第六水肿的哈。水肿哦，这已经。这已经尿毒啊。而且气了拢到耳内。哎，会困起面啊，含手扁扁。扁扁个袂使啊哦。啊，第七放尿白落去啊。尿蛋白。哦，这白心哦。这放你的骨精髓。查甫人白心哦。第八，不管查甫人，医生啊讲你有贫血。你腰子绝对无健康，来第九哈，糖尿病人吼，糖分啊，连关连个这个人有那西药剂，为什么？因为倒里啊西药剂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几率介悬，所以糖尿病过药剂。高血压也同款哦哈，连关连个，咱有那药剂有那会害哦哈。第十一，痛风兼尿酸的，哦，拢你个脚巴间走过来走过去的。结晶石。第十二就是尿道感染，唔放紧紧啊，要放无。放尿会烧会挂会疼，七家会死呢？怎么办呢？那无啥咯，咱忙食到七百年岁啊，搁来咧排一三五二四六，你来去啊吹冷气呢？无可能啦哈，那无啥咯，咱忙有迄一工吼，啊，迄一工就去了了啊。对，诶，医生就拢嗨呀，讲者较粗嘴，像咱骂神讲啊，食到人死啊，搁医生讲身体健康食百年啊。烧酒搁再干一杯。
家好，我是吴秀梅。民众使用家用快筛试剂前，请详阅说明书，依步骤操作，并洗净双手进行采检。采检时，头部为往后仰，将采检刷依序放入两鼻腔，旋转取样。接着将采检刷放入萃取液中，搅拌混合。将混合后的萃取液滴在卡匣上，依说明书指示时间等待后，检视卡匣上显示的条线判读结果。如果吸线没有显示，则为无效测试，应以新的检测套组再做检测。除了使用家用快筛试剂，留意自我健康状况外，也呼吁大家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保护自己及身边的人。来哦，来哦，赶紧哦，老婆山了，做其他也对我哦。我顶一回哦，哦，啊，介只，咱的老婆山提无到，音乐较细声，哎，那个那个提无到，对，哦，那背景音乐较细声呢，来看啊，这里，看你哈，来看你哈，会安动诶，会安动哈，来来，你我讲，诶，你我你我你我，来你我你来拉远，哎，更新，慢慢来哈，来谢谢哈，啊来来。哦，谢谢，来照当一路机哦，一罐一千块，来买两罐两千，两千块，送两罐啊，买两罐送你两罐，那个今仔日去买大油袋哦啊，四罐油袋两千块，啊无啊嘛，好无啊，无啊无啊，好，一公尔，哎啦，无啊啦，大油袋啦，一罐两罐够够啦，所以你等我告诉老师，加送你一罐五罐油袋两千块，哎嘞，咱报告一下啊，那个你咱的新北市的林师姐啊，嗨。你的量可能搁剩下两公的量呢？老量收，老量收，剩下两公的量通搁赠送呢？你送去的老量收送一罐，这罐林师姐送的，对，输人唔输丁，对，这罐按张威送一罐，老师马上来一罐老量收，我那全部卡你开一个两千块，歹势今仔日那卡无通无啊，一公年啊，无机会啊，无机会啊，一罐两千块，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咱这罐老量收哦。你即马即个抗战，厝内面大声囡仔，大家拢爱用啊！哦，啊，再时啊，食两粒多啊！伊有十种专利益生菌。再时洗水洗了，爱袂食饭之前先食两粒。囡仔个爱好食啊！咱的健身好，早暗两粒嘛，老婆婿咯。好。早暗食饭饱，食两粒嘛。啊，你个做清淡做娱乐啊！来啊，赶紧二十组啦哈！全部拢做七罐药，五加二哦，七罐药。啊，两千块尔啦。小可能是嘞。迄个。北部五组，中部五组，南部五组，华东偏五组，安尼多二十组啦哈。今年十组就有单。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嘛，来你好。喂，老师，高小杨太太。啊，来一说八牛跟你报比这老朋友啊，谢谢。老朋友讲完拢个咩？来你好。喂，嗨，你好。喂，我要健身咯。赞嘞啦，老兄弟啦，这组真正袂闹鬼，来二刷，谢谢啊。这波人一定爱吃健身好。来你好啊。你好，你好。安尼就对啊，来三双保留给你保留啊，谢谢啊。三十波人欣赏。啊，来赶紧哦，来你好，喂你好。新北市黄小姐。黄小姐来四双保留给你保留啊，谢谢啊。代表上谈条件，要有滴七罐药。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几多？啊，今日有加送两罐老龙秀，你知吼？嗯。哦。来五双保留给你保留，来谢谢。七线我想不接，七线要接。喂。赶紧啊，来你好，七双上。老师，哎。哎，林太太。林太太吼。来一双保留给你保庇来，谢谢谢谢啊，谢谢。恭喜你，咱来双嘛当接七双嘞。喂，来你好，喂，喂，你好，来。哎，来你双，来你双，你双，谢谢啊。我五加二，这两罐是益生菌。来你好，喂，你好，老师你好，我是。来三双保留给你保庇啊，你关键今天要拢中诶啊。我双当中老婆生，你看紧笑笑着人诶。进全部拢摸双嘞，来你好，喂。哎，我带人，带人来四双，无用给你保庇啊，谢谢。你这个要两桌，要三桌，拢可以合，因为将来唔要接续过。来你好啊。哎，我要爱的，你就来。来来，无双，无用给你保庇啦，谢谢。赶紧啊。南桂枝。来你好啊。喂喂。哎，南桂枝，赶紧好来一双，无用给你保庇，谢谢啊。赶紧哦，赶紧来你好，喂，嗨，喂。哎，来来，你说来，你说，谢谢。来，赶紧来啊。喂，来你好。我几多？来，恁多里多？工商四双保留给你保庇，谢谢一双到五双，赶紧的。你先，我先留完电话就马上挂掉。因为这款是益生菌哦，益生菌有十种专利，益生菌老龙修。哎，这你这是能力啦。你哪会当吃？这是人家林师姐发心买含咱结缘的，所以今日这种重的。人都拢有当吃。这款是我跟恁争取的，所以后头就是安尼。所以四罐尔。后头就是安尼啦。所以安尼啦。啊，今仔日咧？今仔日这款同款有五罐。哦，啊，今仔日这款益生菌上一罐。
咱张辉，医生真像能管啊！专业哦，来你好啊，来你好，喂你好，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庇，谢谢啊。我开台从来没有这种的介绍，来你好啊，喂，喂，来你好，来三双三双，谢谢啊。再丢弹丢，来你好。哎，啊，张兰姐姐，来咱高山台北的好家人，谢谢啊。你这个买两座买三座，真正拢过会好啊。从来唔捌接触过诶。老婆生，咱讲真诶，咱真大家拢有年纪啊，有年纪啊，有岁啊。对。到这个坎站来，你一定爱听张伟讲，无明年搁加一回，明年来协会有些未付呢。真正啊，明年来要协会有些未付。趁老师大优待。来，趁钱赶紧啊！七冠亚。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哈。连江绝对无这款的介绍，绝对找无啊。无，绝对无，绝对无哈。你刚刚民国几年无这个介绍啊？咱北部搁两组啦。好。啊，中部搁两组。好。问候哈，南部嘛搁剩两组。我当天我能做安多八组啦，做一个第二决定。最后八位人客啊，来赶紧啊，来你好。喂，喂，哎你好。我家的屏东。屏东啊吼。啊，我来讲，今天今有加上两罐咱的老龙修这益生菌啊，来一双谢谢。恭喜你。来你好。喂喂，海南豆味。台中。台中哦，今天今这组买到真的福气。台中。来二双宝牛给你保庇，谢谢啊。赶紧电话泡通个中福气啊，你搁真会到，好赞啊。咱讲真的，这无浪费啊。真正。老兄弟，你呢？这组你听张伟讲，绝对袂唔对。讲话叫做大声的哦。咱得为这个基本基本开始过去啊。对。咱都安尼做啊，咱好白平啊。哎呐。哎，好白平的。主动是变较真啊！你敢变有一个为健身好开始？敢变敢有一个骨啊能出来？骨啊能来用？喂，那你好，喂，嗨，你好，喂，来健身好南瓜子来一山宝牛给你保庇，谢谢啊！南瓜子的健身好，搁五组啊！因到那是呢，有其他的南瓜子要安怎办呢？南州的价得啊！来你好，喂，哎，来五组消掉，哎，喂，喂，来你好，你今是张辉？张辉，我张辉，你好，咱到位。我趁高雄，高雄啊，来二山宝牛，红山来，宝牛给你保庇，谢谢啊。谈掉好，咱这位阿姐也去谈掉啊。赶紧哦，赶紧时间要到啊！哈，来你好，咱住伫倒？我在，啊，来三山，谢谢啊。惨啊，老婆仔你个真讲，我住伫，家己准备去住伫倒啊。啊你呢？哎呦，你是未记得安怎讲的？那我未记得住伫倒啦。啊我搁住伫阮家吗？我讲啊，你住伫倒？我住伫。啊，较成功的啦，不是那么甜头呀。喂，你好，喂哟，你好，哟，嗨，啊，来一刷波，你把你破皮吃先啊。那你好，喂，老师，我要买几桌？啊，来四刷波，你把你破皮来，谢谢。今天你拢做五家哦，七罐呀。来，你好，哎，你好，你好，今天别拢重的啦，难倒位啊？喂，我那个来五刷五刷五刷啊，来你个，喂，你好。喂，来医生问一下，医生，这两款是益生菌，十种专业益生菌。喂，赞呢，来一双宝牛给你保庇，谢谢，赶紧哦，赶紧哦，个几分钟啊，来你个，喂，嗨，电话通啊，哎呦，我说这有可惜哎，可惜，嘿啦，没错，笑死人啦，有影实在，有啦，我猜我接开个七等你，开大一来，从来唔要接小鬼，连讲嘛无可能接小啊，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最后一分钟，两个字的健身好，个一分钟了，咱就收单哦，这两款是益生菌，啊，你好，你好，大人，我要做，赞赞的，捌买过无咧？捌啦，捌啦吼，来一双来试试啊，唔要接小鬼个有影，啊，伊捌买过啊，来你好，喂，嗨。有人通啊？有人接无？喂，哎，你好，哎，通啊啦！嗨，有有三双三双，哎，爱讲话起来，爱讲话，你别起来，你对你好哎，跟你好哥，嗯，你好你好，人个是伊个礼貌啊。喂，哎你好，喂，好，哎，两个接的假乱，来假乱唔知，你说来，你说真假乱？我唔知两个接的假安怎？哎，去别墅看三分钟，来你好，喂，哎你好，嘿，有。我要当规矩，赞你来四川宝娘给你保庇，谢谢啊！你看人这位阿姐也不知咧是安怎，我来分吹啦。老师，您继续拍您的电话。赶快嘛，是五关加两关哦，有优待。电话有通拢有那个安尼两千块。今仔你一工尔，哦，嗯，遮济，啊，中波啦哈。好好。迄落我来分吹啦，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甲抄开，好，来一箱。小卡的路哎，哎。
哎呦，九号哦、喔，九号是咱基山的阿芬姐啊，点一首那歌《女的愿望》，来邀请咱老婆仔到底欣赏哦。活在世间的吼，咱讲事实的，不是凭什么人活到长的啦。啊，咱讲真正都是安尼，咱主要爱活了有意义啦。人就是安活，人活在世间才有意义。你若讲吼，啊，互人家配汤配暖，啊，甲你勒勒念念，啊，勒要勒，互你活百外岁，啊，够有意思？没意思。什么意思嘛？嘛无意义。哦，什么意义都无。人生的意义。啊，对。人就是安尼嘛，你讲哦，我足长的啊，不过都，互人啊配汤配暖啊嘛无路用啊，哦，是不是？人诶，都爱迄个看多，看多是人诶人生诶意义啦。就亲像咱老菩萨，咱大家逐工拢安尼，心存善念啊，做好代志吼，啊存好心，做好事，啊，逐工过了快快乐乐，卖去计较生命长短啦。迄毋是咱要死就要死，要活就要活。生命虽然，我拢讲诶，生命虽然，哦，
咱只要到那那只一个咧喘气的，咱好好啊把握安，这较要紧呢。啊啊，每一工。系啦，啊，这较要紧呢啦。啊，你讲讲，你想要白天种地，要种啥都唔是，咱讲要安怎就安怎呢？我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吼。较早有一个查某人，啊，伊有一个囝吼，伊含囝相依为命啊，啊，这个囝叫死。啊，当然伊的外壳都。无呀，哎，伤悲伤欲绝啦！系呀，伊想到讲哦，这世间唯一会当帮助一个诶，唯一的亲人就是伊个囝嘛，哦，对不对？要讲个，伊要找一个有法度去救因囝的人啊！哎，个死也太有可能啊！对啊，啊，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嘛。嗯，就是要讲个，伊讲啊，唯一会当救我囝，可能就是大慈大悲，咱个佛陀尔啦。啊，所以去去求佛陀，讲佛陀啊，佛陀啊，我求你啦，哦，求你来救我的囝啦。如果你若当把我的囝救活起来吼，我将来吼，我会成为你的弟子，终身做你的护持啦。哦，人讲真正哦，你若是无把我救，我都唔插手你。哦，伊个佛陀安尼讲哦，这个佛陀安怎回答呗？佛陀听到伊的祈祷吼。嗯要甲伊当作个就笑笑讲哦，要救恁囝的命，有一个方法。有啥物方法呢？世间哦，有一种叫做吉祥草啦。吉祥草。如果你来当去找到这个吉祥草，给恁囝吃，嗯，恁囝一定会起死回生啊。人会当起死回生。哇、哦啊，这个查某人听到就挡袂牢，赶紧啊，吉祥草对较有啊。嗯。佛陀甲讲啊，这个吉祥草伊就生伫个。唔捌死过人嘅阴刀啊！这个家庭唔捌有人死过嘅阴刀，你赶紧去找。这个查某人开始呢，日阿妹啊开始找，安尼招聘死过啊，大家小巷争头，倒一户无死过人啊！哎呦，哎，听龙门讲，你当有捌死过人无？哦，因为门讲阴刀吉凶差无啦，无咧啊无就是表示阴刀死过人。老和尚进到一个家庭，因都无死过人啊，对不对？嗯、所以伊就陷入了真绝望的痛苦的这个深渊。啊，要讲个是安尼啊，伊感悟就希望讲人人毕竟个是过程，咱人个一定爱安尼做啦，吼、哦。所以佛陀伊讲叫伊去吹，就是要让伊知影讲，啊，这都大家拢会当掉的嘛。人生的过程、哦。对啊，对啊。唔通因为着这个死亡，唔通为着生为着死，啊来离啊咧死来运去啊，那他们有诶无落用。咱话咧，老婆仔，你听我讲吼，性命虽然要活久迄唔知，搞不好你讲你按算要活八十岁，无得活到一百七十岁嘛，无一定咧，哦对无？有当时你讲想要活足长诶，人是足偏讲诶。哎，当时啊，一个山崩了就无用呢，哦，一台飞机载了就无用，所以咱一拢随缘得。即个咩计较？计较讲啊，我即马活呢，我做代志有意义无？有意义无？即较要紧啦。哦，咱都要互人留念，绝对唔通互你念啦。哦，人古早人敢讲啊，好事留皮，人死爱留名，对不对？啊，留都要留好名，唔通留臭名。这个是咱今日大家在修，大家在做，你爱看我的节目就是安尼嘛。所以我讲到这嘛，要搁靠更加少年辈朋友啦。啊，咱讲熟悉的吼，介侪少年辈朋友哦，是大人甲栽培甲册读真悬，头脑可能嘛做了袂歹。但是当伊呐无娶的囝生了了后，介常拢看这老的无气啦吼。也当作家老的唔捌字啊，家老的无路用啊，啊，拢端怎啊，食饭啊，中下变安尼去嘛。啊，你若无家老的哦，按家你黄啊，捏，家你捏捏，家你栽培，哦，今仔日的你呢？冇可能啊！哦，对不对？咱人都未生起哩，所以哦，咱安尼，我的世间你都无意义啊。哦，人讲对爸母呐不好，拜神都无用啊哩。你即阵啊，对恁爸阿母啊不好，你搁拜较大尊的神明都无路用啦，你加拜啊，干脆卖拜好啊啦。哦，侬兄弟无亲，交友都无用。你兄弟啊，亲巴肚，你老母巴肚听出来，都感情都无好啊。你交朋友会当偌好？哦，真的是古早人讲的话嘛。所以哦，我讲人的世间呢，咱的生命长短，虽然
活得健康快乐，对，哦，人爱平安安得个，把握每一天，尤其是你即马这个时阵，活在当下。哦，你即马这个抗战的哦，咱讲真正啦，迄人真烦恼呢，要穿一个较大开的，佮佮惊迄条被毒走入来，暗穿开的无开呢，我要竖较大个，佮惊变动走入来，好、哦、对不对？防护自己啊。除了口罩挂咧，手爱洗以外，唔好攀爬走。对，那无啥呢？即阵啊，即阵啊，蛮正攀爬走。身体够较用诶。有啊，身体够好，身体够好。无咱讲真正，迄若吊顶哦，即阵哦要叫天袂用，叫地地无啥。什么医疗全部拢好，带无用诶。那无啥咯，啊你免烦恼啦。嗯。你咱规工拢伫厝咧看电视啊，无咧攀爬走啊。哎对。啊，搁有咧用咱的观念方观哦。嗯。难就不，不能得呢。打出个是防疫呀、啊。呀那呀那呀那，点歌啦，足搞话来，因为三分啊，阿哥你啊咧防疫防疫。我刚刚看玲玲啊，我个拢无啥讲话呀。什么？我刚刚好看到玲玲。好啊，咩个搞话都呀啦。点歌啊，点足搞，你娶新妇莫娶这啦，这莫。你们看呢，伊目睭拢中红的呢。那有，但是这真的好无？派中红的，你也是我的这个字呢。你还叫那叫凤眼？凤眼对啊。凤眼，人家凤眼是阿咧嘿。那是龙凤。啊，无你叫什么凤？我这是门凤。你叫门凤的凤，那是胖。来，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大对，啊，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呢？简单要又明了。啊，唔忙啊，菜啊，我手要烫掉。小烫烫，哎呦呀，中烫烫，大烫烫。喂，来赶紧来，来你好喂，哎呦，喂，哎老大，表哥，今仔有现场哎呦，大家蛮现场。表妹，哎呀，什么歌？我点的故乡的歌咧。好，我拜你一路啊，好，谢谢，来你好。钟老师，阿姐姐，哦，你今讲遐话一百分，一百分啊吼，足好诶，真啊嘿，你讲遮你又真啊足好，啊对了，哎呀，阿冬瓜有烧着啊，好，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嗨，钟老师好，哟，我要点歌，好，什么歌曲？网龙抓龟，啊你什么人？我美珠，台北美，台北美珠，我拜二号哈。哦，谢谢，你好，你好，来你好，张老师，哎，你好，我太小姐，你好，追车姑娘，哦，我拜三，追车姑娘去，得多打本你呢，无啦，他都在公路文盲，你是咧，好，我拜三哈，好，谢谢，来你好，喂，嗨嗨，你好，哎你好，哎，咱是迄个张伟，哎，我张伟你好，嘿，咱到位，哎，哦，我就是，你可能就是要。还没冲啊！哦，一双加这边，一双加这边，一双加这边啊！哎，哎，来你个我本钱啊！啊，你个点三条了，三条年年啦，够要拆了。有啦，那无使啦，忙啊拆，那叮当的没人讲，哎呀，哎呀，金不金卡球？不是你个，你大家拢爱乱叫一届个你。无啊，点三条，叫一届无够，爱叫两届个。无啊，点三条没？哎呀，金卡球！无你讲看卖。那是大家拢爱我做一工点。无喂。中车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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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喂，老师，我爱华啦，你好华哟，长山也接起啊，搁长山的，好，什么歌曲？嗯，叫台北金名林清清，好，我拜五号哈，感恩，好，拜拜，来你好，老师你好，你好，我点走那边，走，要走对那边，啊，走不停，这我跟你说是要走对那边啊，啊，我还拜哪个位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喂，喂，嗨，你好，难得位。我老周，老周啊，安那称呼？安那称呼你？啊，我姓陈。哦，正常啊，要弹什么歌？无，我要等一下。你稍等下，来切线，切线。不是，我先转了一下。来，你好，喂，你好。同学，美女，你好。哎，丽学姐。你说。哎，你好。有。我来叫你情归何处？情归何处？给你摆七了哈。谢谢。结婚七了。我知啦。来，你好，喂哦。哎，阿弟老师呀！你好。哎，我到底代表山
四十万哈。哦，晒啥？我要点流浪的一部四姑娘。流浪一部四姑娘哦。好，拜拜好哈。谢谢。好，拜拜拜拜。那你好。张老师你好，我刘秀山。是。望春风。望春风哦，拜拜拜拜，高雄哈。好好好，拜拜拜拜。那你好。老师，我还未讲，你点到了，你就给我切断。啊，你都在电里讲啊，大大声，我也听无你咧讲我歌。白牡丹，白牡丹长多半年呢，去变数徛三分钟。白牡丹长长长多长半年呢，你是咧空闲的呀？唔啦，看你今日头壳叫无达着伊，就是讲咧，有啦。嗯，真正讲死你！老师，你先讲我讲死，你哪会当安尼呢？我讲唔对啦，啊，搁一条，搁一条啦，嗯，啊，哪歌哪歌？没哪歌啊，哎呀，咱那边点歌吼，咱那是想看嘛呀，啊啊，迄个电视啊转到细声，啊，想看咱大里多嘞，啊，要点啥物歌？我问讲，啊，你要啊拢点咪？哟，啊，全国的人两千三百几万人拢在等你，等你，哎呦，做做哦，你就好哦，真正。人都唔敢做侪，唔好。哎呦呦，时间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哎呦，年岁哦。那个时间一点过了，有遐严重呢？什么歌啦？贝壳摇我问天涯，来一个好行，那何时来到天来欣赏？这首歌呢是咱的。音乐好行。歌雄的黄太太点播的歌。重来啊！都无声，真无声。无声嘞？为什么也无声嘞？哪会安尼嘞？
现在这个时候啊，身躯顶小可有一寡问题。那想讲要去病院哦，也该烦恼。第一件，咱该进去病院，该惊讲强坏掉啦。哦，啊，要去病院，有当时阵哦，人较大件，你看连那医生、护士都拢无法度同个。无用。病患者伤济呢。无用。啊，真真无用，真无啥啥。所以咱啊，身躯顶家己本身也有一寡小毛病。小毛病啦，吼，也是讲一寡慢性病，一寡些小毛病。啊，家己会当处理，咱就家己处理的。真正家己也较坚强。哦，这嘛是等于你保护你家己同款啦。对。啊，阮食老来，即个老大人，我上烦恼的就是讲，有一寡这脚尾、手尾会麻这啦。迄脚尾、手尾会麻啊，有的是耳根子啊，叽叽叫。哦，啊，有的是哦，头壳涩涩叫啊，暗时歹困啊。哦，做一人安尼嘛。啊，记得愈来愈退化。啊，记得退化。啊，过来，目睭起雾，雾耶，目睭讲起雾啦，哦，拢安尼啦。啊，迄，哎，迄有同款的镜头吗？同款啦，拢同款嘞。你佫包括查甫人的海绵体，查甫人的器官内无骨头嘛？嗯。啊，要春秋拢靠海绵体，靠充血嘛？啊，血若充袂起哩，你都袂饱电，袂饱电都袂烧掉安尼。哦，意思就是讲，咱的循环歹呀。迄个循环歹，爱过分咯。爱过分啥？啊。做一老婆生拢是认为讲伊个循环歹啊，对啊，个是配合。啊，就叫医生，哦，医生看啊。啊，唔是安尼吗？啊，医生嘛开千块药给伊吃啊。啊，有吃啊。啊，即摆血严严的嘛无红字啊。嗯。要讲来嘛算正常啊。对。同款的吧。那样呢？哦，老婆生，我烦恼就是烦恼伫吃，啊，都医生咧看药咧吃，佮同款的吧。啊，这惨啊！医生无多感激吧？不怪遐人咧顾卡。循环脉顾卡，你唔知呢啊？可是末梢循环。对，老婆生咯，那你卡盘吼，你也看你的卡盘甲卡档，像这安尼啦，下来大腿这些，对，卡档安尼，啊卡盘安尼有无？为什么安尼呢？啊，这几规矩都差不多要顾掉啊。哈，这严重着。伊都，咱讲纯粹真正吼，就上惊就惊这误会人啊，是安那卡会安尼？嗯。有个人都阿无糖尿病，阿无什么慢性病，阿先阿卡有哪会安尼？哎，偶然。哦，那不然呢？因为咱的血筋内面有杂质。杂质。哎，有杂质啦。咱的血筋本底是安尼空空的嘛，通透的嘛，吼。啊，就有杂质啦。哦，杂质。啊，这杂质一沉底在咱的脚尾、手尾。末梢。在咱的那款细条右筋那里的末梢的尾端。包括查甫人的器官的所在，拢冻冻的啊！这嘛拢末梢。啊，这就主要像个油压管吼。哈。啊，油压管你油啦，呛袂过吼。脱掉的。伊就当然伊就麻。啊，查甫人器官都。脱掉的。都抽掉无路啊，因为伊都冻掉的嘛。哦，所以迄时候袂冻啊，啊，这杂质要啷流动来咧？这就是我咧烦恼的所在。少年人绝对袂有这个问题。袂卡吧，手吧。为什么？因为少年人伊的血筋柔嫩啊。少年人伊个腱子肉有力啦，有弹性。哦，对无，伊个腱子肉有力。我为什么讲安尼？即老大人我会烦恼，因为咱个血筋内面只个杂质要互老到当下甲代谢出去哦。嗯。你脚尾、手尾会麻所在，目睭会雾个所在，离咱个款个查甫人器官个所在，你遐杂质要甲老到当下，老到当下甲代谢出去，爱靠啥？第一，血筋个弹性以外。爱靠咱的腱子嘛，但是咱年岁有诶老大人，对，我一边皮一边老，咱的皮包骨呢，靠腱子吧，无腱子吧，有诶人有肉根本嘛无力，啊无拢油呢啊，就是安尼啊，嗯，啊所以你脚尾手尾都会麻，哦你老袂当来，啊这麻这个一个信号呢，这一个信号，末梢循环，我来讲一位啦吼，歹势啊，一位即有那带伫咱心底个啊，那么。咱新的这位李先生吼，伊家己本身伊就是有糖尿病，伊本身有糖尿病啦。哦啊，循环嘛无，啊，不过伊对身体介高，哦，伊对身体介高，啊，糖分嘛控制甲介好势，甲有要讲起嘛是无啥物，无啥物困扰啊啦。安尼好啊。问题啊，伊讲啊，我嘛控制介好势啊。嗯。有啦，干那脚尾、手尾安小寡。麻麻麻细麻细安尼尔。啊，即有年纪有当时安怎会安尼？啊，有一天哦，你搭脚踏车哦，啊，你踢咧咧款咧一边啊堵无，啊，踢一个山，伊个可能穿浅拖无穿鞋啊，
啊，唔得去回掉，啊，全破一空啊。破空伊啊。啊，破诶，破一空伊无当作啥是个空啊，尔嘛。家己会好。系啊。哎，啊，看会经过一礼拜、两礼拜、半个月啊，一月日啊，哎呦，我看像安愈来愈食力安尼。空嘴未好。系啦。啊，结果的时阵哦，就去予医生看啊，高高，哪高哪大空。哎，空盘。有咧高，啊，愈高愈大空。哪大空？哎，伊咧问讲，医生啊，啥个高未好？医生讲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糖尿病啊。好。哦，啊，你的血管内面有浸糖水啦。啊，你即马这里脚尾、手尾所在哦，这规个拢总要讲开，会血流袂转来啦。好。哎，流袂转来是我咧讲的，讲迄有杂质哩，呐。太屌了。哎，流袂转来。末梢循环。啊，流袂转来，就无营养嘛，灌袂到，所以伊的脚一直袂好啦，安尼啦。哦啊，唔知要安怎较好呢？啊，是愈来愈大坑咧。到落尾嘛是有那较找我讲，安尼要安怎？我讲医生照看。嗯。我这個人绝对袂讲袂分家去，我唔是网络我无必要讲迄个网络话。我讲你医生一定爱看。一定爱。那么啊，看医生啊，咱当然要怎爱自救。对。哦，你当然你爱用咱家己的方法爱自救，因为身体咱个啊。嗯。医生伊甲咱。伊甲咱检查是咱知影讲咱有较好无，还是有较歹无？啊，咱家己自救了后，是毋是医生检查？有进步无？安尼，结果到尾啊，迄医生哦，医生伊从本地讲要家己顾脚呢，较严重着。迄规个拢一直烂呀。哈哈，无顾袂使呢。到尾啊，我讲啊，你拄含林恒，咱一对翁仔某吼，迄同款，因个太太有哪靠甜。有那诶，口袋套起来拢有那坚固啦。人即马都脚也免固，医生讲诶可能爱固掉。人到即马讲经过几年啊，人也无固。循环变好呀。对，循环变好啊。好，有高有差诶。相对诶啦吼，查甫人若是脚尾手尾咧麻诶时阵吼，对，查甫人笑着无路呢。有想法没办法。啊，笑着未固呢？为虾米？因为有压泵塌掉啊。哦，先马上末梢。较早你少年诶时阵吼。对。哦，你的脚手袂麻，啊，有想法都有办法啦嘛。啊，即卖咧。啊，即卖有想法，但是提无办法，因为你的脚手嘛拢麻伊呀。啊，老婆仔，你看你的脚盘有凹伊无啊？那歪歪咧。咱的脚盘若凹伊哦，你要注意哦。对。咱的脚盘甲脚重也无共色，这些说。你个较赶紧的呀。这时间呐，画一个线哦，连医生都害头呢。你也顾袂好。所以你真脚尾手尾会麻的人，有个人是麻甲像个狗遐咧踅，有个麻甲像个钉咧钉住安。有的肉跟腳打得都軟軟的，這樣不行，這樣會拔倒的，哈，那不行了。再來一點喔，你如果像下肉了，晚上就難睡了。你記得就退化。記得就退化。不是你啊。我今天一個觀念方法給你，那不行。對。第一，記得好。第二，咱喔，那個晚上會好睡。第三，你那個眼睛的部分喔，咱就會，就不會去嚴重去，咱在看東西更清楚。再來就是喔，咱的老婆婆规身躯、脚尾、手尾，哦，脚拢袂麻。健康起来记个人，会记个人，我讲真正有那真正你会学落。这拢是末梢循环。查甫人莫变变啦。哦。哎呀，查甫人啊变变啊，要怎？一减二个。猛拿减四个。来，无让人不变啊。哦。身体健康吃百年啊。哦，拢袂麻。小酒搁再干一杯。大家好，我是田之学医师，防疫已成为你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天就让田医师来为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第一，每日量体温，不是速就医。第二，口罩要戴好，脏污要替换。第三，正确勤洗手，不碰眼口鼻。第四，距离要拉开，病毒不传染。第五，环境常清消，空气要流通。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防疫的路上，每个人都很重要，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那个，我这老兄弟啊，老婆婿来啊呢？嗯，咱的今天来啊。哦，迄阮遮老兄弟较早拢安尼，用迄挖一空、挖两空、挖过来空，拢唔对啦，用上界根本的。
哦，阿文家老婆啥咯？来看啊！来看啊！这个，不愿当银铃来啊！银铃哦，哎，千块来袂得哦，一罐一千块。今仔个那个有代志啊，一公鸟啊哈！一公鸟，今日一公鸟。啊，侬那滴咩无啊啦？哎呦，这拢欠费。那个林师姐会发心哦，有那滴咩无啊？两罐两千块。今仔买拢总重的啦，买两罐。今日拢买到俗的，可能你做工亏啦。安尼啦，买两罐，送你两罐两千块。这罐赶快搁啊加。昨天电话卡通老师特别的，送你一罐，然后拢总五罐两千块。安尼啊，安尼个足稀罕啊，你老婆杀。老婆杀咯。真啊是无这罐的是四罐尔。无啦，啊以后嘛是四罐。以后嘛是安尼。以后嘛是四罐啦。对，啊今仔日结交卡通加一罐。这罐咱替咱争取的老婆杀。五罐。我家老婆杀无咧谈啊。两千块。老婆杀咯，按掌柜替你争取，你都要好啊，把握无。无就无菜，我替恁咧做。佮送一罐脑浆水，益生菌。这咱的新北街林师姐送的。啊，这罐。啊，这罐我，这罐我送的。两罐益生菌，十种专利益生菌送我哩。安尼全部佮开两千块呢。小干哪啥嘞？七罐药。那无是两千块，佮食足久呢。哎呀，将来唔要再俗贵哟。哎，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你连干嘛找无这样俗的，也无可能有这样俗的。这个我来讲吼。咱早暗两粒多啊，食饭怕食。啊，老兄弟，我来讲，十波人，咱来照三顿，茫欠债啦。对，这五罐啊两千块，你唔要欠债，你敢使开两三桌啊？哦，哎呀，你某都咻咻叫啊，这么一个大腰带，对不对？出门就袂漏开，走路拢无风。十波人就是爱安尼，啊无十波人要怎啊？就掉咪，真正。老师，拢总几位？啊，二十桌都。今二十桌才有腰带哟，老婆婿。北部五桌啦吼，啊中部五桌啦。啊，南部啊五组，啊花东平五组，啊安尼二十组得，啊豆包你搞到成。好好，咱二十组得啦。啊，来二十组啊，完了后咧。啊，咱五会人哦，这组一定要对了哈。嗯。咱的银铃一定要对。银铃。干那这部暗时哦，和你安尼转一千到天光哦，啊你真正就过头过身啊。对，我们拢谈到的，尤其咱今老师大优待哦，啊恁老两秀哦，小朋友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接。这无分查甫查某的哈。十种专利的益生菌。来，我要开始接电话啊。我对抗痛，二十五优待。0800-0001-589，咱的银杏哦哈。银杏素是恁爱吃。哎，你好啊。哎，你好。哎，你好，咱到位。我台中。来，一线保留给你保平啊，谢谢。一中啊，中在高中。来，你好。你好，哎，咱都为新店，我新店，新的哦，我今仔日买拢中的，你有福报啦，来二双，谢谢啊。哦，真正嘞，中介者。来，你好啊。哎，阿学姐呀，你来三双，无牛给你报过来，谢谢啊。咱的老朋友啊，真正，唔爱接小棍的老婆婿，你这含考虑个免考虑啦。真正的，哦，老婆婿哦，这组物件你都接着，你就开始学了啊。这烦恼你买无着呢。来，你好啊。哎，喂，你好。哎，你好。我要叫一座银杏，银杏呐吼，你内行的，来一线保留给你保平啊，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你好，系，咱到位。竹田，来竹田，来一线保留给你保平啊，谢谢，来你好，喂，来你好，喂，你好，你好，这位老助理，哎，你好，我是咱到位，已经无讲了啦，来四线，四线啊，来你好，喂，哎，哟。一组五双保留给你报备来，谢谢啊！你搁买两双，买三组拢可以喝啊！你十波人一定爱吃啊！啊，咱早暗两粒就好啊！食饭饱两粒两粒啊！咱这老兄弟我讲，对，咱查甫人咱蛮欠债，还是这南山的啦？你欠债人工会开半米啊？真正啊！你那这无欠哦，哦，安尼咱查甫人出门笑掉噶啊！这一组两千块介绍噶咧？来，你讲啊，嗯，喂。买银杏，啊，一双保留给你保平啊，谢谢啊。买着拢中着，今日买无着呢。来，你好，喂，嗨，电话通啊，有人接无？较成功个，敢无？嗨，来三双，谢谢三双，啊，来你好，喂，银杏，银杏，来一双保留给你保平啊，谢谢啊。那十波人该抢啊嘞，银杏，哎呐，啊都银杏，咱有查甫人有咧食，你就家己再买了。一只两座啊！你刚刚在时啊，偷抓困醒开，你就知讲，哎呦，哦，哎，真正要感觉，安得好啊！啊，你个拢有记得啦，安得记得啦啦。哎呐，你到哪一只两座啊？啊，在时啊，困醒开讲，哎呦，哦，真正呢。人个记得。啊，那你好啊。喂。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几号？来一双玻璃，那么天酷的，一双一双。那你好啊。哎，你好，我买只。来二双玻璃，我给你破皮了，银杏啊。来，你好，喂，你好，哎，哦，这通电话哦，盖章的二九八
28442 卡无通是伊个损失啦，因为老师也无趁钱啊，完全拢无趁，看无趁了。无买无要紧，啊唔通乱销，啊，莫乱销啊，乱无乱是我讲个啦，我正常人讲，莫安乱销，无买无要紧，莫安乱即款。一块钱都无赚，赚你只。你揣无遮尔俗个呀？那阮爸那弟个讲，啊，这赚也无一块小，够阮乱笑。嘿啦，七块一样，你要多揣呀？来，你讲啊，喂，哎呦，你先。哎，四线无牛，甲你保庇。还在双溪内当家。人无作业，唔，来你好，喂，来五线无牛，甲你保庇，谢谢啊。来，你好，喂。阿叔哥。恁大刀。哪靠哪靠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庇，今仔买掉这种福气啦。哦，拢买掉，拢中掉诶。来，你好啊。喂，你好。我叫中和。中和。今麦这个抗战有这个介绍，真正实在拢有够好报诶。三双谢谢。无事，拢起太悬了，无事，你家己应该拢知影。你注意看哦，真大汉拢咧起，按怎个搁行倒摊咧？人叫你看起，煞等到未甲入手。哎，真正咧。啊，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咧？我诶想法哈，那么赶快。就是大行气，老婆煞讲者较歹听，钱足够咧，要高些，要高下，要高下，啊，我也要改气咧，够意思。无意思啊！啊，无来劲哦，要讲开实在。为社会服务啊，纯粹做服务性质的呀。啊，搁两分钟得啊。来个无优待呀，今日买着算开点。搁两分钟以后就存安尼啊。存四罐老婆山。浸泡开这两罐送给你。这两罐益生菌。这罐搁加落安尼哈。好，安尼才2000块，你今晚要不要等何时呀？来，爱了。够五组呢？最后五组。无啊无啊。啊，那个益生菌是有专利的，十种的专利益生菌哦。有，那这个。哎呦，你啊嘞，把咱的益生菌炸掉。对了对了对了。0800-0012-589啊。这一个掉的骨掉。那个这五位，我看什么人喝酒点暗地。我是看老妹。大王阿敖。大王就是你。北部一组，中部一组，南部一组，华东一组，平湖一组，大五组，安尼有冇？就是你啦。看什么人啊？来，你好。喂，来，我几招？咱多少？高雄，高雄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庇了，谢谢。来，赶紧哦，来哟。喂，你好。嗨，嗨，叔。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庇了，谢谢。存了三招。存三招呢？这喊克鲁格门克鲁，啊，这食寿喜人你一定爱食。哦，对对对对，咱那是鱼油未当食人，你得食用这组代替鱼。银杏。用咱的银杏代替鱼油哈。哦，食寿喜的人。你那食寿人鱼油无得食嘛？你用银杏代替鱼油哦。人迄师傅拢夹规箱的呢。来，你好。你好。哎，来三双，谢谢啊。来，你好。喂。喂。嗨。来，四双，四双，谢谢啊。赶紧开始，赶紧要教我老婆婿。来，你好。嘿，嘿，一组，来，台南一双，谢谢，一组，啊，谢谢，最后一组。咱再吼，那是有咧食素的人，咱那无咧食鱼油，咱会使用咱的银杏代替鱼油嘛。你一定爱食。人输啊，拢嘛食这。也贵少的呢。来，你好啊。喂。哟。银杏一组。一双，保留给你保庇来，谢谢啊。剩最后一组。那啦，我要来分吹啊啦！老婆婿，你较紧卡呢？啊，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买无着就拍算诶！啊，进电话你呗，和小姐甲你登记啦哈！好，剩最后一组呢。Only one。这看心人靠福报行动较高诶。一通电话你若拍会通哦，我讲你真正福报来啊！你就出运啦！0800-0012-589，小姐甲你接嘛，来一箱。老师真正存起做服务的啦，服务性质的，六岁啦，六岁呀，卖搞位啦。六岁是咱安定的黄小姐哦，点一首呢《尖山情》。来，这首歌咱古山的分子呀，李在定大哥嘛较爱听哦，到底来欣赏。
啊、来发挥着咱保留慈悲的心，扶持咱保留中间照明，今仔个差一位哈。啊，这位什么人？咱时间要到啊吼，跟两分钟久呢吼、哦。老师好，没时间哦。哎啦，咱的一月你一百块银呢，吼、哦，一月一百块银。啊，这个完成这组来业障的工课，这交代完张辉处理，无过加开啊哈。完全拢唔免加开。哦，一月你一百块银呢吼。咱今仔个差一位呢，差一位就完满啦吼。那好，请保留中间照明。啊，咱求一个好音好缘、啊，让恁身体健康，囡仔大细平安。好奇一个。查某，咱查某人呐，多少年时阵有囡仔叫拍个闹气，也是无细致，无未晓一个吼。这种的比较比较顶到半手啦吼，这较离经啊。所以啊，好奇。啊，这爱处，这爱处理，一月你一百块钱，咱免坐，老大人无咧赚啊，免坐，咱一百块要三个月，要半年。这样自家己开得先，过把刀把过去做吼。通可以的。那你好。你好。哎，你好，恁到位。跟你好奇呀、啊。恁住哩倒。桃园。无保娘，跟你保庇身体健康，你长岁生活啊。哎，一双一双，谢谢啊。好。啊，要咱好奇的。咱到那要好奇啊，免去银啊，免汇钱啊，免银行啊，免邮局嘛。啊，无咧。你到电话拍来，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给咱的小姐。然后呢？小姐就寄单给你啊。你收到单，你后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有户就当叫来。你好，喂，张老师遐好。哟，你好。我要好事。无娘，甲你保庇吼。好。好，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哈。好。来，二线，二线，谢谢。来，你好。这位老师美女，你好，我要好事。哦，无娘，甲你保庇哟吼。好。你身体健康，长岁寿，你大事平安，大赚钱啊。来，三线，三线，谢谢啊。来，你好。你要开始上会呀？我是你好。哎，啊！一小姐，给你服务哈。那是有抢过名单，那用你们个在名单内底以往赶快高低阶段。今仔日好奇的这名单，明仔在我到咱的中电头路线，我得跟变一摆啊。啊，明仔在这个时间哦，要做功课，我变第二遍、第三遍，卡把咱的名录里所文，搁甲阿母变第三遍，加由阿母来甲咱做主。啊，你一工才开三块银？对啦，来你嘛。嗨，你好。嗨，先生。我要好奇，无娘甲你保庇哦，哦，你身体健康，长岁生活，来四三双三双，啊，四双四双，四双啊，来来，咱来做功课了啊，等下等下小姐接了，你好来，喂，阮阿母甲你好奇，来无娘甲你保庇哦，身体健康，长岁生活，一双，谢谢啊，来你好，小姐你好。哎，我要买好吃。无娘给你保庇啊！啊，哦，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哦。来，二双谢谢啊。这阵嘛哦，老婆在那讲事实的。事实真歹，咱来求一个平安。平安就是好。是，来咱做功课，今麦所有电话拢小姐接哦，来。就是张伟家来恭请咱保留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在咱这个台中病院八楼 A 号精神病房黄茂银，中华基督教病院道中医，福林关古坑乡公济路98号陈西南，南投病院5219病房赖玉桂。德山镇下坪里帮坪巷15号刘月英，而且恭请咱保佑慈悲来给恁保佑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事哈。那么咱只有真侪位来给咱保佑中电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尤嘉文3月日，黄氏历代祖先3月日，黄俊德3月日，何婉晶。苦品真，苦邱品真，过来就是邱敏轩，啊，张秋霞各3月日，卓忠义哦，卓忠义、卓忠汉、周丹秀来各6个月，张楠6个月，桂素霞6个月，丹红勇4月日，杨定乐良7个月。江玉金3月日，高浩君
啊，云刚好云三个日，串香三个日，功德无量啊！咱们再来恭请咱无量慈悲主光菩萨来给你保庇哦，和你当幸福小小小在恩修，前途光明做灵通地狱开通，红香化吉界一生上，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物来进行到咱的智慧容易。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玉金青青风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善信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和咱做伙伫咧做这个功课。小陈，请各位接教今日这个功德，咱来回向乎天顶伫咧飞，土卡伫咧扫。罪人伫咧受一切众生，也请加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灾区的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加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去年的修炼组，咱请家人组请起来。无念处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观来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的昨昏的这个话题，一开始我有那先来一小段的经文啊，稍等我再一句一句呢，来跟咱做解说。咱讲到着这个逆袭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降伏一行，涕泪哀鸾，这就是咧讲到地藏菩萨吼，啊，接受到这释迦佛的一个附托，当时真感动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无量的分身合成一心啊，讲别其佛言，我从救往劫来，明佛接引，速协不可思议心力。古大智慧啊，这是一个真感恩的话啦，知恩报恩啊。所以地藏菩萨最初伊嘛是一个凡夫啊，啊对吗？所以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护持，伊才有安尼成就啊。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咧教咱念念不忘本啊，咱的心啊，得自于咱的父母。父母生咱养咱长大成人了后，我请教问，有偌济人会当去感恩到父母的这恩德？甚至摕无钱，搁要拍也要抬，即卖下年代都逼咱去学业成就，有偌济人会当去感谢这老师的恩德？所以咱爱知恩报恩啊！知恩报恩就是字。地菩萨主修的一个八个科目之一啊，二地菩萨是一个代表法，二地修这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拢总是修咱的知恩报恩啊。所以佛在咧教导着咱，上报四重恩啊，父母的这父母恩、师长恩，三宝就是咱的老师、国家恩、甲众生恩。所以国家保护咱啊，会当让咱安居乐业啊，对不？众生恩，咱今日是离不开的这个社会大众独立的生活，因为咱的食食，咱食穿，啥物拢爱靠真济人啊。你要食的物件嘛，爱靠做事的人呢，
衫裤要穿的嘛爱做制作的人呢，就嘛虽然你用钱买，嘛是爱有迄个温情呢。所以认真学习，真正来断这个烦恼，来开咱的智慧，做佛做菩萨，五所分身啊，哦，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个世界化百千万亿心，每一心度百千万亿人。所以令归经三宝，应离生死，自涅槃乐啊，分何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所以地藏菩萨也是分身行河山世界，不时心劳来度脱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后边面的三句，就是咱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一个心结。以帮助众生来皈依嘛，敬用三宝啊，这就是第一个阶段。接应着广大的众生，认为这六道轮回还阁未歹，哦，唔肯下离这六道轮回，所以今生来的人，哦，明白六道是苦的，三界痛苦，所以下定决心要来脱离着这个苦海，这就是出三界啊。应离生死啊，生死有两种啊，有分断生死，甲着变异生死啊。所以了断着咱这个心的生死，超越着六道轮回，就做到啊嘛。阿罗汉必须做到，愿教哦，这个顶级菩萨变异生死也未尽，所以皈依三宝，你必能得当了生死，嘛你必能得当出三界。你敢想偌济人皈依，但是伊个毛病习气嘛拢无改啊！足济人讲哦，我离得皈依，离得皈依，啊皈依得一支嘴尔受落用，啊都行为也无得改，唔肯认真修行啊！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咱个业障深重啊！哦，伊也未有想到着即个了脱生死，变异生死断尽，就是正定的圆教佛果啊！所以咱个地藏菩萨。以帮忙着咱到底来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今日咱啊，今日伫这个所在听这个地藏经，甲咱的地藏菩萨有缘。这里面有这个秘籍，秘籍就是要教导着咱哦，要来发心来学这个地藏菩萨，发心来做地藏菩萨。所以婆罗门路、公目路就是咱的好榜样。如果今日听了就是。这部经了后受到感动，你有哪来发一个大愿，尽未来者度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这就是咱即阵的地藏菩萨。你若发这个大心，这个大愿，那么你就得到诸佛的护念。咱按怎样有法啊？啊，咱怎样有法？所以。有真济祝福，安尼咧甲咱护，咧甲咱护念啦。那么一切菩萨敬仰微妙，哦，离苦得乐，应离生死就是离苦嘛。哦，至涅槃乐，涅槃乐就是究竟的这个圆满清净之乐嘛。但离咱这个佛法当中，所有的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哦，血和魔法，哦，我渐度脱。书写大理啊，一地一滴哦，一滴啦吼。古早人讲的“莫以小善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啦。所以合法之善，骗虚空法界哦；合法之恶，也骗虚空法界。所以菩萨慈悲至极吼，要讲开是合法之善，拢总是咧保佑、帮助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不可不断呐，吼！一个字啦哈。时间的关系，今仔讲个做到这，咱这边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听我念一句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开发菩提心。请讲哈。咱家第一盘开，做两嘴、三嘴、五嘴，甲吞，未扎着完结，爱记住咯，吞一嘴，念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
这边看电脑铃，这边看刷的铃文，没得问。种种灾厄如灯火，斑斑何欢似醉消。福愿某年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四季无灾，八节有情。家人阿珍小姐的外观清净开化，台中阿小姐到点上。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